夏如芝举办签书会，狂粉竟现身。夏如芝徜徉在澎湖美景中，图一零娱乐提供。2018年3月8日。艺人夏如芝近日举办澎湖爱情故事书夏如芝的轻旅行签书会，该书由澎湖县政府旅游处出版，300本限量故事书迅速销售一空。一同拍摄的男主角陈品言也抱定力挺，一连日系乐团 Novi 成员韦宝恩也偷偷现身签书会，让很怕没什么人来的夏如芝超惊喜。夏如芝身材火辣，图一零娱乐提供。2018年3月8日。该场签书会在一零娱乐举办，有狂粉为了抢头香，凌晨4点就到公司门口排队，只为了能在第一排与夏如芝近距离互动，令他相当感动，应该是真心爱我才能这么坚持。陈品言抱病到场，他表示，我印象最深刻的照片就是临时被 Q 要脱上衣的那张，又要爬梯子，让有惧高症的我好紧张，幸好后来成果不错。夏如芝在书里大秀性感，图一零娱乐提供。2018年3月8日。日系乐团 Novi 团员为厮守 JK 主唱 Sean 惊喜现身签书会，原来夏如芝上回有去 Novi 演唱会，两人这次是逮住宝恩感谢的心态来支持，让他忍不住惊呼，你们怎么在这。他透露第一次有活动以他为主办，他自己只在脸书 IG 宣传，一开始怕没人来，看到现场爆满，他觉得非常感动。他还提及自己把故事书寄给好友周汤豪，小鬼抢先阅读，两位好友都称赞，他感到相当开心。